有一首要来向你提你的名片。哦，告诉你，讲的当中有啥物代志可事？一只青牛，下凡你从伊引进来到我投资中，其实我是故意安排呀、啊。是，说得我听得不闻，为何如此安排呢？以前我调进玉皇大帝，令你凶官提税，两在伊当不到，又铺了一副神功。杨清风来仙岛，需要真仙并进开坤，所以讲李天林去说功夫厉害，我想要推荐伊你啊，这个听来不错哩，哈哈哈哈哈！那是李天前往来去开坤，我多谢，只对高师尊玉皇上帝。伊会非常的欢迎，那安尼是会用心，也不过小时间我会算来去，连我所有大厦都不依如比，伊我虽然难去呀。哎，白姐，你袂用咋人同伊讲如比呀？怎说？你需要等你出去，到在皇内先到，真心欢迎。我来请问你，到底洪海仙岛除了李贤，也还有什么人呢？还有七位的神仙，总共拄好八位。哦，对，我袂当娶老婆，袂当娶老婢。是呀、啊，嘿，小我李贤，平时一呼百应，如果到底仙岛仙翁，叫我一其他七人。伊啊，辛辛苦苦开垦，那安尼是，这对我来讲，我都是点仔享受都拢算无咯。你无想要搁在皇内仙岛，也若无，你若要做仙，你是要做什么啊？这个，我要做什么？嗯，干啥呀？后退休到时民事啊，你哪
真正，那比落去到底，一声外面人就知影，谁胜谁败，你当真是会比吗？人讲，你会惊死。老祖啊，你太看起我理性了。人讲你唔知影，我风光威严，我惊什么？我是咧顾你颜面。下次你那是硬刀强，再来比看卖，为着好你的道理，心服口服。那安尼是好，我李贤秋答应你。下次你那是输，咱高教授就换我李贤秋。你来跟我比看卖，当然。那呢？时间、地点、地方，踮在都市中，才是我的所在。条件对你也无方便，不如咱踮在华山之巅。华山之巅，下用是在迄个素材，你我用人，我好必须到量，万多好书。愿多好输了，那么我现在就回算来去。什么时阵开始？明天五时，明天五时。有啥会比？当然啦。我用我所的天骄呢，会比，明天来比。道理，回算来去。